美女的事你少管。哼，遇到家里催婚怎么办？首先我们家没有什么，而且我长得有点小，年龄到了吧，但是家里人都把我当成小孩。几年前我爷爷还给我压岁钱。以前我姥姥有说过，然后我妈妈好像也跟我姥姥去谈了一下，不要催她，遇到了她会跟我们讲的。坚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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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坚果是形容你的，形容我的，很聪明那种。尖子生，果然是尖子生。不然呢？我这个智慧啊，都溢出来了。坚果是美女的意思。坚果为什么会是美女的意思？很开心，就他觉得我年轻。女孩子嘛，不要年龄焦虑，把自己永远都保持在你这个年纪最好的状态，就不会辜负这个时间。等以后年纪再大一点，人说哇你保养得好好啊，这个就赢了，是不是啊？姐妹们现在开始保养起来吧。宫廷玉液酒180一杯，这酒怎么样？听我给你吹啊吹啊吹，瞧我这张嘴呀、啊、一杯你开胃，二杯你肾不亏，三杯四杯下了肚，保证你的笑脸呀、啊、红里透着白，白里透着黑，黑不拉几，白白白。三长一短选最短，三短一长选最长。好普通哦，都答出来了。